假日农场，三个小孩正在种菜。一有认真种吗？Later。你这样把它拨一下，这样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底下就这样剪，这样剪。同一株，你能看得到的，你把它拨开来。你手可以拨到中间没关系，反正你中间就给它留个两三片。这样子吗？对。娘娘可以弄大一点吗？对，可以。可是兔子。你剪的是什么生菜？啊，剪叶。哎呦，哎，小菜。是什么？好好。是什么？鹿舌莴苣。长得像什么？鹿的舌头。啊，昨天凯欣采收什么？绿火焰莴苣。长得像火焰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这很贵耶。对，这很贵耶。邱元凯是徒手采法。你有一心二业吗？啊？哦，你在采什么？红火焰莴苣，对不对？好。姐姐给我洗。要洗干净哦。好吃吗？你包肉肉吃好吃啊？那生菜好吃吗？直接吃生菜超好吃啊！有人 Q 你就赶快吃啊！啊，这样。这叫什么？奇妙的。好吃吗？有道超好吃吗？讲这个是我们亲手种的生菜。所以什么？所以要给我吃。对，谢谢你哦。哦，嗯。这样可以吗？